分局获报有一诈欺机房藏匿于恒春民宿，于17日10:30实施强势攻坚，攻坚过程遇有犯嫌不开门，警方遂强势破门而入，中逮获犯嫌19名，起获诈欺作案用工具1批，警方亦将持续深入追查诈欺手法及清查有无被害民众。社会频道开张了，想观看丰富系列报道，请上 YouTube 搜寻中天社会频道，看到中天社会 logo 点进去就能开始观赏精彩影片，请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也别忘了帮我们按赞分享哦。如果您觉得还是太麻烦，赶快看这里旁边圆形的中天社会 logo 就是频道传送门，别怀疑，赶快点进去，首页就能看到五二小组系列影片，有会客室、老 Z 调查线、捐箱聊虾蜜、别阴阳、中部中心、白岛出任务、南部中心 BOSS 工作室，丰富内容千万别错过喽！搜寻中天社会频道，欢迎您一起来加一。